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。从今天起，讲第七品经文《必成正觉》第七。上一品发大誓愿是因，本品必成正觉是果。 有大誓愿的殊胜之因，必然感得无上正觉的妙果。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前说此四十八愿后，又以偈颂表达自己的行愿，并请世间自在王如来证明。以大愿真诚深广的缘故。 应时感得玉花地动，并且空中赞言：“必定成佛。”请看下面经文：佛告阿难：“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以，以计诵曰：佛告阿难，当时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前。” 说了以上大愿之后，又用寄送表达自己的心愿。本段的寄送是法藏大士全体大愿的核心，请看寄送。我见超世智，必至无上道，思愿不满足，事不成等觉。 复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亲生，长夜无忧恼。出生众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前四句偈颂的大意是：我已建立超越一切世间的志愿，决定成就无上的志道。这个愿。 若不能满足，我决定不成佛。这四句是支撑四十八愿的一条经纬线，决定成佛的大愿。后六句的大意是：在我求成正觉的同时，还要当种种众生的大施主，救济他们的贫穷与困苦。 要让种种的众生，在生死的长夜中永离忧苦，并生出种种善根，成就菩提妙果。这是支撑四十八愿的另一条经纬线，每一愿都是为一切众生。下面分别解释这十句偈颂。 我见超世智，超世是指超越一切世间。这里所指的，不但超越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而且超过了诸佛。本经中说，极乐世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因此，法藏比丘的超世志愿。 实际要超过一切诸佛的大愿，法藏大师住真实慧，一向专治庄严妙土，所以极乐种种殊胜庄严，都是弥陀自心真实智慧的流露。这正与往生论中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依法具是清净句。 即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彼此契合，无为法身就是每个人的自心。因此说，极乐的种种医正庄严，全显的是我们自己的心。下联居老居士的《静修结要》说：“托比医正，显我自心。” 托是指假借、依靠，依靠极乐世界的依报，也就是国土、色、光、声、香，及极乐世界的正报，也就是诸佛菩萨。托比极乐世界的依报和正报，来显示自己的本心。既然是自心本具的。 也即是诸佛法身的流现，因此极乐世界的一尘一毛，都是一真法界，各个圆明具德。所说的理事无碍，水鸟树林都说妙法，色声香光都在增长道念，尤其是是凡夫待业往生。 修正三不退，超情离见，不可思议。所说的世事无外，芥子容纳须弥山，刹那即是亿万劫，完全打破了世间的一切情见。所以法藏大师的愿海叫做超世智，必至无上道。 思愿不满足，事不成等觉。道是指觉悟，无上道就是至高无上的觉悟，也即是无上正等正觉。《法华经》说：“每自作是念，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，速成就佛身？” 《法华经》所说的与法藏比丘的大愿完全是一致的，都是要众生成佛，必至无上道，贯彻在全部大愿之中，既是大愿的主体，又是大愿的殊胜之果。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是为众生成佛，因此。 这一愿是本愿的主体，所谓的果，就是众生一直尊奉此大施愿海，必定证入无上菩提，复为大施主，普及诸穷苦。法藏比丘还要做大施主，大施主包括财师和法师。 因为众生还是凡夫，他们还不能离开这些物质生活，所以还要财施。如果你只是财施，那你救人就没有彻底。救人还需要救的彻底，那就得进行法师，让他明白本心。本经《济公累德品》中说。 法藏比丘，恒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。法藏比丘以六度来教化众生，让众生安住于真正之道，这是法师。 法藏比丘又手中长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，最上之物，力要有情，这是财师。能够进行财法两施，这是大施主。这样才能真实的使种种众生脱贫离苦，文明得度，往生净土。 究竟成佛，另比诸群生，长夜无忧恼，出生众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众生一念妄动，便堕入无明，永劫轮回在六道里面，生死黑暗中，故称为长夜。无名遮盖了众生的本心。 也是黑暗，也是长夜。在这个生死的长夜中，要让众生无忧无恼，那就得让他们出生种善根。要使得众生出生善根，出生了善根就要结果，必定成就菩提果。这是慈悲至极的救度，这样救人。 就能救得彻底。你看见一个人很可怜，请他吃一顿美餐，可是他明天还是要挨饿，这就是没有救得彻底。为了救人救得彻底，就要让他成就种种善根，那就必须成就菩提的果实，永离忧患，彻底的解脱。 请看下面寄送。我若成正觉，立名无量寿；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如佛金色身，妙相西圆满；意以大悲心，利益诸群品；离欲深正念，净慧修梵行。 本段标出无量寿，下段标显无量光。正因全部大愿以无量光寿作为主体，因此古德说：“一一大愿归光寿。”因为佛的寿命无量，所以众生拥有佛陀作为自己的医护，永不会变为师母的孤儿。 并且任何时间，弥陀都是今现在说法，在无量劫以后，仍是今现在开导众生误入佛的之见，永远不会终止。又因佛光无量，因此普照十方虚空，普对一切众生广作饶益。 正因无量光寿，所以其他的各愿都得以实现。一切众生文明发心，意念弥陀，都往生极乐，成为一生补处，必定成就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。可见，因佛的光寿无量而成就各愿众生。 以弥陀决定成就无量光寿，境中玄妙不可思议。本段寄送大义，法藏大师说：“我将来成佛的时候，名号叫做无量寿。一切众生只要听到我的名号，欢喜信受，依教修行，全部都会生极乐国土。” 生到极乐的人，都是真金色身，具足三十二种大丈夫相。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并不是在极乐中安享自身种种不能形容的妙乐，而是学习教主阿弥陀佛，也发起大悲普度的心愿，是为一切众生。 谋求究竟彻底、永恒、无上的真实之力，愿度一切众生，共生极乐。为了觉他，首先必须自觉，因此自己远离一切世间情欲，深入正念，用清净的智慧，勤修清净无欲的住行。 从而，正如涅盘。下面具体解释这段偈颂：“我若成正觉，立明无量寿。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”开头这四句是四十八愿的核心，是全经的教演。 十方如来接引众生的妙手，一切众生出苦的宝筏，请注意四个关键词：核心、教眼、妙手、宝筏。四十八愿就是在这四句的基础上展开的。阿弥陀佛圣号有无量的意义。 无量寿，无量光，无量清净，无量庄严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菩提，也就是无量的无量。无量寿就表示法身常住，因此，无量寿这一名号可以设一切名号。这一句也就广设。 阿弥陀佛，一切的功德，有缘的众生闻到名号，是由于弥陀大师愿海无边愿力的加批，愿来极乐国土，就会至心信要，称念阿弥陀佛，乃至只念十声的，没有不往生的。所以说。 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这正是大士愿海的核心，第十八愿的重述，足证法藏大师的偈颂虽短，可包含了四十八愿的一切精湛之妙之处。能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，才能念阿弥陀佛。 由于能信愿持名，就能得生净土。到了极乐国土，种种都是增上，没有退缘，寿命无量，决定成佛，因此称为大愿之王。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圆满，亦以大悲心。 利益诸群品，这些众生都来到佛刹，都跟佛一样，具有真金色身、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以及种种圣妙之相，一起圆满。往生的人不但生相似佛，更重要的是，意义大悲心，利益。 诸群品，他们的心念也都在学佛、如佛。大家来到极乐国土，不是为了自己享乐，而是为了学佛，愿同阿弥陀佛一样，以永恒的大悲之心来利益众生。所以往生论说，二成种不生。 你只是求自觉，自己安乐享受，甚至只是自私自利，这样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因此，大家要发大菩提心，要利益诸群品。往生之人，他们不但是金色光明大丈夫相，更殊胜的是都有。 大悲之心，愿有如佛一样的大悲之心，来利益种种品类的众生。你要觉他，要去度众生，那你不能不自觉，要使别人觉悟。你自己没有觉悟，怎么能使别人觉悟呢？偶遇大师说的很好，你自己没有觉悟。 就想撅他，就如同你正在河里漂流，自己正在证命，可是你还想救济岸上的人，这岂不是笑话？因此，偶遇大师说的很透彻：自己觉得岸上的人有危险，而不知自己更危险。既然是如此，要救度众生。 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觉悟。黄念老慈悲这样告诉我们：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没有时间念《无量寿经》，不要紧，只要常念这一段偈颂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。离欲身正念，净慧修梵恨欲。 是指贪欲。四十二章经说：“离欲清净，是最为圣。”出家的大德对于这一点很重要，在家人就比不上了。既然离欲是最圣，当然不离欲就是最为危险了。目前有许多怪现象。 有些佛教徒不但不离欲，甚至纵欲，邪见缠身，怪论惑众，初击行人必须小心识别。因此，要离欲，离开这些欲染。正念是八圣道之一。八圣道一，正见；二。 正思维三，正语四，正业五，正命六，正精进七，正念八，正定。正念是以真挚意念正道，是以无漏的念为本体，也就是离开邪见分别。 念法的实性叫正念，深正念就是很深的正念，就是《心经》所讲的深般若波罗蜜，也就是无所得。《心经》说：“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多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。” 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这不是小乘的般若，是不共的般若，所以是深般若。《观经》书中说：“舍离一切相，入诸法实相。”这个叫正念，能入实相，这是深正念。 净慧慧书中说，就是般若波罗蜜，不是人间小乘不净的智慧，它与身般若是一样的。泛横就是清净无欲之行。一位菩萨对于一切不善之法都能对治，能离一切过失，身心清净。 这就是梵恒，能证到涅盘的六度万恒，也称为梵恒。法藏大师为了实现普度众生的宏愿，所以自己离欲，入于甚深的正念，并以清净的智慧来照破一切欲染。 勤修正入涅盘的种种犯横。至于文明的众生来到佛刹，也要发大悲普度的心，大悲普度众生，使他们觉悟。若要觉他，首先就要自觉，自己就要离欲，就要有深正念，以清净的智慧来修正入涅盘的犯横。 请看下面寄送。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名，明记众恶难，悉舍三头苦，灭诸烦恼暗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。上段表示无量寿，本段表示无量光。 无量寿是表示本体，无量光是表示相用。从此体的相用，流出无边的教化功德和利益。善导大师《定善义》中说：“弥陀的一一誓愿，都是为了众生。”本段寄颂正显此心。愿闻大义。 愿我无量的智慧光明，普遍照到十方的佛刹，消除一切众生贪嗔痴三种垢染所产生的明暗，救济种种苦厄和灾难，让一切众生都舍离三恶道的巨苦，消除种种烦恼所结成的黑暗。 开发众生心中本具的智慧眼，并证得如来的光明清净法身。下面具体解释这八句偈颂：“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刹。”这两句直接指出无量光佛智慧光和无量光。 都是十二光佛之一，都是无量寿佛的不同名号，并且佛光普照十方，正是无量光佛的妙用。在唐译中是愿获如来无量光，所以智慧光就是无量光。因此，本段和上段正是提出了无量光寿。 这一大师愿海的依止和归宿，智慧光有两种含义：一，《涅盘经》中说，光明名为智慧；《超日明三昧经》中说，大的智慧发露出来，能够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二，谭鸾大师。 在《赞阿弥陀佛记》中说，由于佛光能破众生的根本烦恼无明暗惑，因此佛又称为智慧光。唐一本意为“愿获如来无量光”，“愿我智慧光”是宋一本的译文，因此说智慧光就是无量光。 普照十方刹，智慧光即是阿弥陀十二光之一。十二光包括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等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等十二光。这里智慧光同样无量无边，它可以普照十方刹土。 普照十方一切虚空，遍一切处，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的。这一光明就是智慧，不但能破我们世间昏夜的黑暗，而且还可以破除众生的无名。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，就是一念妄动，出生了无名。 于是堕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佛光普作饶义，不仅只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而是全法界的一切众生，佛光普照，平等加持。只是人们无名的壳太厚了，不能明显感觉。可是佛光明明加批。 决定不虚，可以这么说，任何一个真实的佛教徒，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情况，都是佛光慈悲摄受之下才取得的。消除三垢名，三垢就是贪嗔痴，贪嗔痴给众生造成了无知，如人生病。 买了假药，吃后中毒死了。由于无知，就不能知道真实的义理，也就没有真实的见解，所以称为冥鬼界，称为冥界，那更是糊涂黑暗了。佛光普照，广为一切众生消除贪嗔痴,痴所造成的黑暗和无知。 因此说，消除三共名。明记众恶难。惠书说，明记就是广度的意思，广度一切恶难。恶是指极恶、苦恶；难是指灾难、困难。由于世人无知，所以就会做错事。 上当受骗，犯法造罪，于是就要受刑受报。人在阳世间的罪报之苦，死一次就完了，鸡鸭一刀，罪人一枪就完了。但在地狱中，死苦是无穷无尽的。他们死了之后，风一吹就活了。 活了之后再死，死了之后再活，他们在一夜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万变的生死。这些都是由于无知所造成的。如果真正知道了这些道理，他们就不肯这样做了。众生有无量无边种种的痛苦和灾难。 唯有仰赖佛的智慧光，才能救济。弥陀第十四愿说：“见我光明，照处其身，莫不安乐。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”本经《光明遍照品》说：“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。” 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这里所讲的垢灭善生和皆得解脱，正是消除三垢名，明济众恶难。众生在地狱疾苦的地方，蒙佛光照，都得到休息。 命中解脱，佛光圣妙，佛愿宏深，令众生感恩戴德，无有穷极。息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爱，智慧光的恩德，是令苦难的众生西舍三途苦，完全舍离了恶鬼、畜生。 地狱三恶道的苦，这个很苦，并灭除了一切烦恼所造成的愚痴和昏暗、无明等烦恼，避障了本心的光明，使人愚昧无知，所以叫做暗。暗是譬喻众生的愚昧无知。佛的智慧像是日光，日光。 能破黑暗，因此说灭诸烦恼暗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。开就是开佛之见。如来所以兴出世，唯一的大事因缘就是开示佛之见，使众生误入佛之见。 众生具有佛的之见，即是开发了本有的智慧德相，即为开笔智慧眼。人们习惯认为，开示就是说法，其实以音声为佛事，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。众香国以香为佛事，众生嗅到香气，自然。 道业增长，此愿是以光明做佛事，众生见光开佛之见，即是开智慧眼。这个“眼”字所代表的是“见”。密宗心地法门的修持是以“见”修行果做刚宗，“见”是列在首位，必须先有正见。 才有正修正行与气正的正果，反之，那只是盲修瞎练而已。通常我们讲五眼，华严中讲十眼，第三是慧眼，第六是智眼，第十是一切智眼，又名普眼。见普门的法界，经中的智慧眼。 就相当于慧眼、智眼、一切智眼，能见普门的法界，也就是无上般若。因此，可以说智慧眼就是众生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。众生愚昧无知，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有佛性、遇佛的智慧，由于自己不具眼。 所以就把佛的智慧德相推到了佛的一边，认为是佛独有的。于是佛陀大悲，佛光垂照，以此光明宣妙法，开示众生，令众生开发自心中本有的智慧之眼，明见自心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。 在无量寿部分指出了持名是极要之法，在本段里说明智慧的妙用，暗显了菩提心。大悲大愿在寄送中都已详明，现已补足了大智慧，于是全显了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 是三倍往生的必具条件，是本经的纲宗。在这个集诵中,中，又再度指出，获得光明身，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光明之身。获得光明身有三种含义：一，牵《千手陀罗尼经》中说。 持咒的人，当知此人即是光明藏，因为一切如来的光明都照到的缘故。二，《思意经》中说，如来身具有无量的光明，所以如来身就是无量光明的宝库。三，《往生论注》中说，光明藏。 就是智慧藏，光明身就是智慧身，因此开了智慧眼，便成就了光明身。因为智慧和光明是不二的。由此可见，佛愿一切众生也都有佛之智慧，佛之身，身心都与佛一样，同于如来。 这一节课有这样几句话：大家来到极乐国土，不是为了自己享乐，而是为了学佛。愿同阿弥陀佛一样，以永恒的大悲之心来利益众生。注意“永恒”的三个字。住在六合小院的同修们。 我们先别说永恒的，先问问自己：你有拔众生苦的大悲心吗？别忘了，菩提心发心建的是法界众生共享的六合净道场。我们住在六合小院是为法界众生服务的公务员，不是趾高气扬的太上皇。 来小院参学的人是形形色色的。你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吗？你是一件没有开悟的凡夫，就是一个阿罗汉站在你眼前，你也不认识。记得我两天前说过，六合小院没啥了不起的，刘素云没啥了不起的。 菩提心、慈悲心也没啥了不起的。我说这些话，绝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我觉察到了一种我慢正在滋长。六合小院要找好定位，是为法界众生服务的，不是端着架子等着别人来学习的。记不记得前几天？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：一个人要出家，释迦牟尼佛让他的弟子们看，众多弟子看了八万大劫之内没有一点善根，告诉这个人：“你没有善根，不能出家，你走吧。”这个人走了，半路上遇到释迦牟尼佛，他跟佛说：“他想出家。” 释迦牟尼佛把他收下了，他出家了。众弟子不解，问佛：“他没有善根，你为什么要收他？”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：“你们不知道，八万大劫之前，他是一个砍柴的人。他在山上遇见了老虎，老虎撵他，他爬到了树上。后来老虎走了。” 他念了一句“南无佛”，就是这三个字。八万大劫之前，他就种了一点善根；八万大劫之后，他遇见了释迦牟尼佛，他出家了，得道了。这个故事你们白听了吗？来者都是客，都是六合小院的客人，都是刘老师的客人。 换句更贴切的话说，都是我们的家人，都是我们的亲人。任何人，包括我，包括菩提心，包括慈悲心，都没有资格慢待家人、慢待亲人。六合小院儿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怎样做个合格的六合人？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庄严六合小院儿？ 是做清泉水，还是做癌细胞？何去何从，自行选择。讲经期间，切记谨言慎行，万万不可造作罪业。这节课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